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空间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《银河奥特曼》系列音效扫描的这么一期视频，带来的是《银河秘籍》吧，这是《超人银河》这个秘传。然后这个是在这个之前的《银河奥特曼列传》当中，我们的希卡鲁所使用的这个一个类似于卷轴之类的这个东西吧。这个东西其实实体成商品之后就是测试音效。好，我们来把它给打开。这边是靠这个绳索啊，我一开始以为它会像剧中那种就是用布料去制作，没想到还是用纸，也是不是非常能够理解。哦，这个我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，这些都是扫描音效啊。这边奥特留兄弟奥特曼我就不去给大家扫描了，我们今天先来扫描一下怪兽。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拿东西去支撑住，不然的话你真的是撑不住。关灯。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怪兽，我先测试一下百慕拉吧。百慕拉，然后再触发一下这个迪迦的音效吧。那怪兽很多啊，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皮克蒙。哦，这个音效比较独特。然后这个是木乃伊怪兽。这个是没有任何特殊音效的。这个是。